现在学高次课那么多，不如自己在家做。DIY 的话，一定要选浓稠一点的酸奶，这样做甜品连奶油都省了。比如这个舞蹈希腊酸奶，这个是无添加蔗糖的，这个是原味的，这个是无添加蔗糖但是添加了海盐的。这两款无添加蔗糖的话，就会有蜂蜜包，配料表很干净，蛋白质含量简直是逆天。它用的是希腊酸奶发酵工艺，大约4杯牛奶才能发酵出1杯酸奶。它简直是一款可以吃的酸奶，非常的厚重，看它都不会往下掉。它是不添加蔗糖，而且也没有添加代糖的，但是味道上不是那种难以接受的酸。原味的喝掉一半，把奥利奥放进去，你也可以再省事一点，就把勺子插在中间，它也不会倒，冰箱里冻上。简易版的厚切酸奶，这个是直接冻的冰棍儿，这个口感就不会像纯冰的那个那么硬。有什么冰棍冰淇淋能比它的蛋白质含量更高？